my friends are toxic, oh, ambitionless, so rude and always negative. I need new friends, but it's not that quick and easy. Один боец. Один боец. Со своими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коллегами занимался подготовкой вашего визита. Уверен... Ну, не как вы видели, если мы сейчас готовим главно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двустороннее отключение, ваш визит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в Россию. Мы постоянно в контактах. Совсем недавно имел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принимать в Москве вашего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Вместе со своими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коллегами занимался подготовкой вашего визита. Уверен, что это будет значимым событием, большим событием в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Ну, конечно, как той осень у нас по нашей традиции, мы используем люб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поговорить о наших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Я очень рад эт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Я очень рад эт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各位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希特勒视角。那么今天呢，想和各位友友来聊一聊关于2030年中国的经济会不会超越美国这么一个话题。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2021年的增长是8.1%，尽管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数字是非常的不可信，统计局在撒谎，但是以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现有的单纯的按照经济增长的速度，按照中共的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数字来分析的话，理论上2030年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理论上是存在的。在美国内部包括华尔街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声音，一种认知判断，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分析人士预计，中国经济将会越来越依赖国家投资、高科技开发和国内消费，减少过去对主要出口制造的依赖。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将在未来10年内超过美国。英国的经济与研究中心CBR 预计，中国的 GDP 到2025年应该每年增长5.7%，在2030年前每年增长4.7%。该中心说，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玉里安怡信用保险公司也有类似的预测。那么，国家的媒体。中共内部的媒体说，中国领导人过去10年中
推动相比传统工厂出口要更多依赖附加值的服务产业。美中贸易纠纷和2020年初因新冠病毒而关闭的工厂都增加了制造业的压力。外国跨国公司一直在减少中国的工厂生产，在越南等中国以外的地区扩张，以避免升高的工资和环保规定的代价。他们希望在很多国家外包会避免中国2020年初关闭工厂的封闭措施的重演。中国的经济总量2020年的总量是159,200亿美元。埃信华迈市场研究公司估计，中国经济去年依靠出口制造的增长和新项目的资本去年达到了18万亿美元，而美国经济去年达到大约23万亿美元。那么从经济学家分析，中国过去20年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将让国家增加对重要产业的控制。中国2021年对互联网等几个产业进行了干预。夏威夷檀香山的东西方中心资深学者饶毅说，北京有资金和不受约束的国内政治力量来使用中国大规模的公共财富做战略投资，以实现领导层的国家和全球目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论坛的直接控制企业指数数据，中国2018年的指数是 2.98， 比8年前增加了 2.45， 接近全球平均值的大约3倍。大西洋理事会10月份的中国探路人年度成绩卡报告说，这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远远超过了公开的经济平均值，体现中国更加强调习近平领导下经济中的国家作用。在经济学家还讲，中国领导人会可能优先发展科技，尤其是不需要经常创新的硬件，以作为发展引擎。上海金融产业的研究公司卡普隆纳西亚创始人卡普隆说，国家干预互联网产业不会阻碍半导体和基础设施软件的扩充。卡普隆说，如果这个国家能在科技方面自给自足，那就能销售并出口这些科技产品和服务，那将是其经济的巨大冲击，因为这是美国国民生产组织目前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卡普隆预计美国经济将会继续增长，但是在2030年前没有加速。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创始人和执行副总裁麦克威廉姆斯说，中国有巨大的工程师基地，但无法产生所需的足够的创造力来培养驱动新科技发展的滑稽的想法。麦卡锡公司发布的2021年中国消费报告说，国内消费支出是中国2021年前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中国鉴于美中贸易纠纷正在减少对世界的暴露，供应链已经成熟并本地化，其创新能力因此有加强。分析人士说，这个趋势可能会继续。尽管新冠病毒第一年的封闭措施影响到收入，中国人口是美国的 3.5 倍，但美国的消费者平均更为富裕。埃信华迈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比斯瓦斯说，过去五年中国内消费已经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增长驱动力，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同时也极大扩张了。官方的新华通讯社2021年中说，北京领导层计划创造1100多万个新的城市就业，扩大国内需求和有效投资，这些措施预计会让经济稳步的恢复到疫情前的活力。经济学家说，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不会自动赋予其他经济体任何优势，但依赖中国经济的国家就要注意。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麦克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说，没有什么金牌之类的，但你有更多的钱可以花的时候，你就有能力产生影响，中国会有影响的能力。他说，中国将更能推动一带一路的基础项目和投资的倡议计划。东西方中心的饶毅说，北京官员已经在与其他国家的争端中使用了他们的经济影响力，
中国与四个东南亚政府争夺海洋主权，与日本存在一组岛屿的争端，并在2017年后与印度陷入了领土对峙。饶毅讲，中国经历超美这个预计的结果是一个更大胆的中国外交政策，后者寻求以有利于中国的方式解决地区争端，在中国注定会制定国际关系一套新规定的推动下，去破坏美国的地区和全球领导地位的合法性。那么这是整个西方社会有利于中国对中国经济相对看好的一些重要的这些个管理咨询机构，包括一些个保险公司对中国可能超越美国在2030年的一些分析。那么这些分析其实他们都是专业人士，我觉得我去反驳他们最主要的理论就是说，现在这些个分析还是基于静态的分析，基于整个经济增长现有的状况的一种推演，数据模型的推演。实际上所有的，因为我是学经济学的，所有的这种演算，它这种静态的分析其实缺少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变量，也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这个因素，这个前提一旦失去了，这个数据模型它是没有任何价值跟意义的。因为过去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从78年改革开放之后，它整个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没有过多的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它一直国内的经济政治环境相对比较稳定。那么与国际社会相对来讲的冲突，除了89、64这个事件之外，那么整体上它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相对是比较和谐的，没有重大的这种外交上的冲突。而随着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社会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巨大的这种变化，而这个变化整个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引发中国经济巨大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现在去预测2030年中国经济超越美国为时尚早。那么我们看两个最重要的变量是什么呢？一个变量就是习近平今年20大连任，我认为他的连任应该是没有什么的悬念，他连任之后是继续采取过往的这种一意孤行与世界隔绝，这种对国内的民营企业继续的打压的这样的一种总加速师的这种策略，继续的一路狂奔下去，还是说他能够改弦更张，顺应历史的这种潮流的变化，做适时的调整，改变对美国和对西方世界的这样的一种霸权的这种姿态，能够低下头来认清现在的现状，适时的调整策略，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两条路。如果是后者的话，其实整个中国经济向好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具有巨大的这种消费市场，中国具有巨大的，截至到目前为止，它的人口优势、劳动力优势和相对于比较完整的这种产业链。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其实就是在于美国本身。那么美国它如果能够认清中共的本来面目，像川普那样采取有效的遏制措施的话，那么中国在2030年能够超越美国的难度就会增大。大家知道民主党的总统拜登上任已经1周年了，他在19日召开的记者会上对自己这一年里取得的成绩总体上他还是表示了肯定，同时也许诺在第二任期内第二年里与选民重新建立联系。当然了，每一个总统他都会肯定会肯定自己的政绩，否则的话他的执政合法性就会有问题，他也不会得到选民的支持。他说，你们能想到任何一位总统曾经在一年的时间里做成这么多事情吗？拜登在记者会上谈到史无前例的抗击疫情的斗争，以及政府为了保护美国经济不受疫情重创而投入的数万亿美元的资金。
我不认为任何一位总统在上任之初接到的菜单内容比我的更丰富。他说，而事实上，我们的确完成了很多工作。拜登的记者会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他不失时机地展现一些幽默，比如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思想，或者是对自己的共和党政敌。但是在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跌到 40% 的低点时，拜登僵硬地回应道，我不相信那些民调。在竞选期间，控制住新冠疫情的肆虐是拜登的核心承诺之一。与前任总统川普备受批评的危机管理相比，拜登制定了明确的抗疫路线，并且在疫苗接种行动的初期颇有成效。然而在7月4日国庆日上，拜登过早地宣布美国已经摆脱了疫情，导致在德尔塔和奥密克戎这种变种病毒先后来袭时，美国的感染人数不断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由于美国民众当中反对疫苗人群相当可观，所以尽管疫苗的这个接种行动初期开展迅速，但至今该国的完全接种率也只有 63%。 保守派的政治力量又对出台要求民众接种疫苗和佩戴口罩等措施施加阻力，导致拜登政府的一些防疫政策无法实施。在周三的记者会上，拜登也承认这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公共卫生专家批评美国政府未能及时的提高新冠病毒的检测能力，仍然有待提高，之前也未能向民众提供充足的快速的检测的试剂盒。拜登表示，在这方面我们原本应该采取更为迅速的行动。拜登推出的 1.9 万亿的美元救助方案有效地缓冲了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力，让经济重回增长之路。除了经济增长强劲之外，美国的失业率也降至了 3.9% 的低点，而在2020年4月失业率曾一度高达 14.7%。 不过就业增加并不能掩盖美国目前面临的严重通胀问题。2021年12月通胀率已达到了 7%， 创下了近40年来的最高水平。批评者指责拜登长期以来对通胀压力视而不见。拜登在记者会上也表示，对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挫败情绪充满理解。他认为这是在疫情背景下的供应链问题造成的，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斗争将是一项艰苦而繁重的工作。他提醒道，对于很多人来说，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比较痛苦，包括在给汽车加油时、购买生活用品时，人们都能明显感受到价格的升高。去年11月拜登的1.1万亿美元基建法案在美国国会获得了通过，这一旨在修复美国老化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计划被视为县政府的一大胜利。然而拜登希望推出一个规模更大的方案来加强社会福利和气候保护的计划，却因为党内的阻力过大而遭遇挫败，这也使得国际社会对拜登在气候保护上有更多作为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美国回来了，这是拜登在上任之初所做的郑重宣布。在前任川普美国优先政策的数年之后，拜登重新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希望和德国这样的传统盟友更紧密的协调行动。他带领美国重返巴黎气候保护协定，并重新启动了有关伊核问题的国际谈判，这些都是对川普相关政策做的修正。然而在2021年夏天，一场混乱的撤离阿富汗行动和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权给拜登带来了一记沉重的打击，包括尝试遏制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对手的行动，到目前为止也都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反而西方社会对于俄罗斯的可能进攻乌克兰的恐惧却与日俱增。对于撤离阿富汗行动上的失误，拜登在周三的记者会上拒绝道歉。在经历了29年的驻军之后，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让我们轻松地离开阿富汗，他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拜登表示他愿意和普京进行会晤，并且向莫斯科发出严正的警告，进军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将会是一场灾难。预计拜登将会在3月1日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在民调支持率下滑的背景下，他需要制定应对战略，以防止共和党在11月的国会选举中中期选举中卷土重来。而前任总统川普也仍然不愿承认自己2020年败选，并
并且在寻求2024年再次的竞选总统。拜登也证实了自己在下届大选中继续和副总统哈里斯共同参选的计划。那么为什么我念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新闻呢？就是拜登一周年的新闻。其实这里边，因为中国要超越的目标是美国，而美国现在他也把中国视为最有力的、强有力的这个竞争对手。美国能否被中国超越，它的核心的变量就是下一任的总统是继续由民主党执政，还是换庄家由川普能够回归。因为从拜登过往的数十年的他的执政经验，以及民主党他本身的这个光谱的这个色系来看的话，他的这种对外政策虽然现在表面上相对对中国中共还是沿用了川普的一些策略，比较的强硬，但是呢，包括他最近做得非常好的就是没有在关税问题上和耶伦达成一个共识，和财长达成一个共识，去向中共妥协降低关税。这也是让大家对拜登多少还有一点寄望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还是讲，他过去的民主党的这种谱系色系的谱系的这种色彩，注定了拜登他还是一以贯之的会沿用白左的这样一个路线。他对普京、对习近平表面上的这种强硬，和实质上他内心深处的这种绥靖跟妥协，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纵容中共到最后他可以在2030年超越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除非川普能够在2024年能够顺利的回归，而他的回归现在目前看可能性逐渐的在增加，因为在共和党内现在大家一致的认定没有比他更合适的候选人了。而在和如果他和拜登再去竞选一次的话，他的胜算应该远远的超过拜登。因为拜登在我们看他一年的整个的政绩，在外交上他在阿富汗上输掉了最重要的一票，然后在整个的国内经济上，由于通胀的严重，美国的老百姓感受的非常的不愉快，因为他买东西贵了嘛，因为这是整个他们央行不断的放水印钞的这个结果。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换了可能任何的一个总统他也没有特别好的应对措施。那么他最重要的一个失败是在于对于像俄罗斯、像伊朗、像北朝鲜，他没有川普那样的果断的一些措施，而是期望透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而谈判在当今社会，对于像普京、对于像习近平这样的一些个对手来讲，是没有任何的价值跟意义的。川普很少和他们去谈判，川普是一个行动力极强的，作为一个生意人，他是喜欢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的一个商人。由于他是政治素人，所以他的包袱少。当然一个硬币都有两面，由于他是政治素人，所以他在整个的政界能够获得的支持就相对有限，包括在共和党内部为他撤走的人很多，甚至到最后他连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彭斯都会背叛他，包括蓬佩奥都可能远离他，这也是他最后在竞选中出现问题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四年他的离开很大程度上未必是坏事，特别是对美国人本身来讲，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思考的时间，觉得他们应该选什么样的一个总统。同时川普也可以利用这四年的时间重新调整在过去第一个任期内他自己的失误，同时他也更进一步的认清了中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权。因为他的败选很大程度上是输在这个疫情上，虽然当时他的抗疫策略在今天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群体免疫是唯一的一个选择跟出路面对新冠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timing 很重要，你的时间错了，你做的决策不管多正确其实也没有意义，因为不是所有的选民都能够具有像你一样的这种政治智慧和远见。所以说拜川普的四年离开白宫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重新积聚力量的一个机会，对美国选民来说是一个重新思考美国向哪里去的机会。而马上2022年的这个中期选举，相信共和党会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成绩，能成绩单交出来。这样的话，如果一旦2024年川普回归的话，他对中共的这种反制的策略一定要远远的高于拜登，在实质的上他会超越拜登，否则的话他自己的执政也会受到诟病，他一定会采用更激烈的措施来应对中共。所以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中共在2030年超越美国的想法变得非常的暗淡。所以我讲现在来预测2030年中国经济超越美国，我觉得现在为时尚早，因为是不是川普能够回归，习近平能否顺利的连任，同时他是不是能够适当的调整策略，这两个变量都极端的重要。甚至于在习近平他能够在所谓的连任之后是不是用武统台湾，都会对整个的国际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本身也会反过来影响中国国内的经济的增长。在我个人的看来，我对2030年中国超越美国这件事情还是保持着非常悲观的态度。我认为只要习近平还在任，这种可能性会变得非常低，除非他卸任，除非川普不能够连任。好了，今天和各位友友就分享这么多，谢谢你们的收听收看，请点赞订阅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